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哪里了？这样子，这样按钮在这儿，后面是送进带。我感觉用文字描述不够直接，然后现在因为自己用了2个多月嘛，就想在视频里面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先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外面呢是布的，按键这里有点绒绒的丝绒的触感，就很精致，整个。松紧带是可以调节的，材质也很厚实，而且它不会勒耳朵。最重要是这个里面的蛋白皮部分，给你们听一下。
吃。很诡异，每一次我在做这个吸水的声音的时候，我的楼上就在放水。每一次我只要一吸水，楼上就有那个冲水马桶。
脱敏了，因为听多了，待会儿给你们来两下。